由曾经参与《古剑奇谭》《幻想三国志》与《仙剑奇侠传》等资深开发人员所组成团队打造的 3D 单机角色扮演游戏《神武幻想》。故事背景设定在人神共存的上古九州，原本人类和神明互相扶持的世界失去了平衡，神明不再眷顾人类而离开了人间，随即天火、地震与洪水等灾难逐一席卷九州大地，让苍生黎民顿时失去了希望。透过强大的 Unreal Engine 4引擎所打造的画面，让玩家仿佛置身在上古世界，除了可以体验到如诗画般的美景之外，更有机会造访那些中国神话中才会出现的神灵一族与神秘国度，实际体验当地的独特地貌与文化。而游戏中也会出现像是龟甲占卜、地炉祖、药刃等这些古代文明的智慧结晶，甚至连逻辑这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也将真实呈现于玩家眼前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游戏体验。喜欢这类中国神话题材的玩家们，不妨留意游戏的后续消息咯。